求求你快来啊！我爸妈都不在江城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知道了，你别慌，也别去碰它，回自己车上坐好。你要走吗？我先去买单。这大晚上的有什么急事吗？外甥女找我。外甥女？可是你一口都没吃。 但我外甥女出了点事情，我必须得去一趟。她怎么了？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，但应该是被碰瓷了。她被碰瓷？没关系，你去吧，我可以自己把火锅吃完的。不管他们觉得我有多奇怪，我都可以一个人把火锅吃完，然后一个人打车回家。你放心去吧。 你真的可以一个人？你知道世界孤独等级吗？一个人吃火锅是第五级。不过没关系，比起顶着姨妈痛在华纳庄园空等你一个晚上，比起七级大风在博港云湾穿着高跟鞋站了2个小时，比起今天饿着肚子等你工作了一个下午。 继续。我不走了。不走了。真的吗？嗯。舍不得。舍不得你精彩的表演，我觉得你比那个碰瓷的演技更好一点。凉了。